我有一个不曾会面的女友，喜欢把稿纸折成小船的形状。灵感跃然纸上，笔随心动，揭晓哟，重温第一页的开场。天是过往的真相，新的一页续写完毕。听说图书馆收录了系列新书，已经放在老位置，书名是我们的故事。等到最后一页，你会怎么收尾故事的结局？一直写下去就没有这个烦恼。在蔚蓝尽头，未完待续的梦，勇敢去触碰命运的一种可能。来 QQ 小世界探索更有趣的生活。